台湾的朋友玩啊，你练习一下我的基本的肌肉，一起练习好不好？今天太太带我去泡温泉，温泉放松之后，哎，现在练肌肉，好像应该先练习肌肉，然后泡温泉，对吗？哎，要去，好，基本的。有点累哦。今天有点累了，然后练这个，练习这个，太太要不要一起练习啊？好，你开始吧，one two，就这样子，基本腿部。哎，这样子会，刚刚吃饱，其实一般吃饱之后不要练习，对吧？但是因为今天早上睡得比较晚，大概今天是7点多钟才起床，所以没有时间锻炼，就回到家之后练习一下了，基本的。喂，1分钟，不是很轻松，1分钟还没到，已经觉得有一点累。有点抖啊。你扎马步扎那么低，这样子吗？对，我这样子看有人，这个怎么练？眼度，因为这几个月都很早起床，但是如果有时候睡得比较晚，我又不喜欢，我已现在。习惯比较早，大概6点钟就起床。今天有点累哦，1分多钟就不行了，感觉。哎呀，哇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那我发觉。这样子练习好像比时间比较容易，因为一边聊天，一边这样子扎马步，差不多，2分半钟，
在抖哎，在抖哎，哇！我想3分钟我就休息了。哇，他腿软了，哎，腿软了，哎呀，换一下手好了。哎呦，哎，我太太好有趣啊！我太太如果看见我是3分钟，她就3分钟，4分钟就4分钟。哎呦，哇你嘞，你这个泰戈郎，你个这个泰戈郎，哦，3分多钟，3分20秒，哈哈，哎。哎，3分30就算了，哎，不要让自己太辛苦啊，对吗？啊，3分多钟就算了，不要4分钟，因为4分钟其实都很累。好，就3分多钟了，自己在欺骗自己，现在已经差不多4分钟，哦，还有10秒钟，然后我就练习多一组。伏地挺身啊！哎呀，常常走音。好，4分，还剩多你5秒了。哎呀，抽筋！哎，我们普通人就练习普通的，对吗？哎，没有那些肌肉很多的，他们练习，哎，休息一下。很饱哎，刚刚吃完。哎，我有的。好了。哎，超金，什么？4分05秒，05吗？集合呀，4分05。好，多一组，做大概十。我还在派哦，我还在派哦，你不要走过来哦，太太不想给拍到，啊、哦，你、哎、还好啦，我们已经很轻松，人家练习的那些都很厉害，我们好、哦、基本的简单的，哎，简单轻松。哎，有点累咯。，last one，好，搞定，简单轻松，哎，完成。拉筋放松，搞定轻松，对吗？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喽，拜拜喽。